题。跟他嘴走在一起，在他下面。但是像刚才那个效果看是对的，但是在画布上面显示却出问题了。这个 wrap content， wrap content 的给它设定一个 ID， 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的上面，跟它是左对齐，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它的这个下面，或者给它，我们先放一下吧，给它放在我们的 edit text。edit text 一的下面，我们看一下效果。那么在这里有一些 bug， 它没有显示出来，但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在真实屏幕上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确实是这种解析，有的时候它会出 bug， 或者说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些冲突，对不对？它可能会引起跟我们不一样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大家不要惊慌，因为就好像我们以前调网页。大家在用网页做Web2.0 系统 DIY 加 CSS 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第一次做出来，很有可能如果你不是经验非常老道，都达不到你的效果，你都要去调。那我就改一下嘛，条条大路通罗马，怕啥呢，对不对？不能把自己憋死。怎么改呀？我让它从刚才的那个右边来嘛，对不对？这不就可以了。让它从刚才这个右边过来，然后给它设上一个 margin layout margin left。 哎，刚才那个设的是多少？同理，这个 margin left 是30，这个也给它设上20。我们把这个对齐方式去掉，也是一个基线对齐。这个地方由于他们的这个地方没有对齐，对不对？所以它这里有一些差别。那这个怎么来解决呢？也很简单，我给它设置成它的这个样是一个右对齐。我现在双击怎么进不来了？这个时候我这里稍微改变一下，text view 第二个 text view， 这个太多了。第二个 text view 这个地方，我给它设置成右对齐。OK， 这样子他们就对齐了，对不对？当然，同理，你把它改成，把它的这个属性改成我们的 fill parent 就可以了，一样的。OK， 是不是用户名和密码就加上了？那么下面我们要放两个按钮，放两个按钮，当然。方式很多啊，第一你可以放，很多人喜欢放一个 linear layout 在这儿，对不对？然后 linear layout 给他们，让他们放到右边去，对不对？就让他们相对的了。那么实际上我也可以什么呢？我直接放按钮也可以，我们放一个按钮看一下。我这个按钮放在上面的这个下面，又不管用 ，bug。我要不我不先不跟上面产生关系，这样要好一些。先不跟上面产生关系，然后我让它跟这个下面这个按钮产生关系，哎，这样子他们就要好一些。我大不了修改一下这个 margin 嘛，对不对？让他们进行对齐，看到没有？就在这个
的按钮的左边跟它上对齐。那么这样子我只需要干嘛呢？只需要调整它，我再去手动修改，让它跟它右对齐，是不是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了？我们来看一下，我发现它这个 ADT 这个工具跟那个产生关系的那个还是有点问题的。好，这个就不要了，以免它们冲突，不需要跟它的上对齐，我只需要跟谁呢？跟我们的 editor text 是几啊？是不是二呢？ edit text 二右对齐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哪里设置错误吗？好，写错了。这儿还多了一个这个属性啊，就让它垂直方向居中，就没必要了。好，这个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再给它改一下值。cancel login。这是不是就达到我们这样一个登录界面的一个效果？当然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啊，用起来好复杂哦，对不对？当然我们在这里头可以干嘛呢？你通过几个，实际上这样的界面我们也可以通过 linear layout 来实现啊，也比较工整，而且很有可能我们也不会这样孤零零的放几个按钮，还是会做一些美化工作，对吧？好，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一下它是怎么给我们演示的，它这个可比我们的还要简单一些啊！就放一个这个，然后放两个这个，这个相信现在大家都会了吧？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relative 的 layout 的一个操作，重点是掌握它的两个类型啊，跟参照物相关的两个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这些属性。就是我们的一个是 above 啊 to left， 另外一个就是 align 相关的这些内容。在这里其实我给它列了一下，你比方这个就与组件的对齐关系，这个 to 什么是与组件的位置关系，这个 align parent 是与副组件的对齐关系，对不对？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 margin 是与组件的外部间隙，还有 padding 是与组件的内部间隙，这五大类是我们最管用的，也最最常用的。OK， 这五大类要掌握。那么现在我们 relative layout 就学会了，我们就用 relative layout，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情况？就是这种简单的表，简单的这种 table 的这种造型啊，这种表格啊这些内容，我们是用的最多的。还有除了这个的话，我们一般的界面都喜欢用 relative， 那么还会有一些复杂的表格，比方说你说 Sunday， 当然这里有一个复杂的表格，对不对？这是个看似复杂，但实际上你说 Sunday， 我想实现一个 cell 那样的效果怎么办呢？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table layout 的一个效果，它就是让我们针对一个像表单一样的效果来进行这样一个布局。包括我们在做网页的时候，比方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在实现一个功能的时候，这个登录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一块当它有专门的登录页面，那么登录这个模块的这个布局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 relative layout？ 那么注册呢，我们一看这儿，哎，注册就有点麻烦了。我用 relative 像我刚刚那样摆，你看我们刚刚只摆了几行的，累得不得了，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我们一看它们有一些特性，我们看一下，对齐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好几列，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用 table layout 去做。那么关于 table layout， 我们待会去讲一下。所以复杂的表单我们交给 table layout， 简单的表单和常用界面我们交给 relative layout。包括比方这样的一个界面，大家想象一下，
这一块中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 relative layout， 就很方便了，对不对？两块就下来了，比你用 linear layout 都还方便啊。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relative layout， 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就休息一下，顺便练一下手。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去讲一下 table layout。 table layout 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表单一样的这样一个 layout， 那么在这里面肯定就会有行和列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会用 table， 对不对？那么 table 就是有行和列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效果，那么它的典型的一个意义是不是就是让它们每一列可以很方便的去对齐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实现方式，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个 table layout 的这样的一个 view， 里面还有一个子 view 叫 table row， 在这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这里是不是没有设置它里面的元素的 layout height 和 layout width？ 哎，这个我按说我们是必须要设的，但在这里面我们就不用去设它了，不用去设它了。因为默认情况下 table row 啊，他们这里面的话，他们默认情况下它的就是我们的 width， 就是那个宽，它默认的就是 fill parent， 高默认的就是 wrap content 啊，就这样的。而且在这里面他对这个也做了一个介绍，你看他会说他会平均的把它 child 分到这样一个行和列里面，会平均的。那么同时呢，同时他这一点很麻烦，他说他这里面包含的没法去显示一个 bottle 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显示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单元格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就很头痛，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每一行可以有零个或者更多的单元格。 OK，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几个原则，我给大家统计了一下，就给大家说一下就行了。就是如果说你用到我们的 table layout 的话，里面每一行就是个 table row， 那么在 table layout 里面这些子元素，特别 table row 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设定它的这个 layout width 和 layout height， 默认指定的，默认指定的是它的 width 就是直接撑开的， height 就是 wrap content 的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那么如果它的负就是我们 table 的 row 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元素呈现，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元素呈现，如果它的负不是 table layout 的话，那么它会自动的转为水平的 linear layout， 它会自动的转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没必要，我们要真的要在外面用，我们当然直接就用 linear layout 就好了嘛，对吧？其实这个话是设计的不好，要是我来设计的话，你把这个放没有放在 table layout 里面，那个 XML 就让它出错嘛，对不对？这样不是更好？好，我们来先来实行一个 hello world， 我们感受一下。点错了。table layout 作为根元素。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放几行内容。放我们的 table row， 第一行看到没有，是不是自动的就对撑开了，自动的就撑开了，这儿还有几个，这儿还有几个 空间属性，就是添加，再添加一行，改变 weight， 这些属性我都有的我都没用过，我们再添加一个试试啊，不管用啊，管用的，这是它的第二，但它们叠到一起了，算了，不用它这个，用它这个到时候用的自己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好，这已经放了一行了。在这里行里面我放一些对象，那么我们行的概念已经有了，问题在于什么呢？你怎么样子去让它有列的这个概念，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没有 table cell 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按照我们的想法放一个 table cell 就是列了，但实际上不这样。你在这里头每放一个元素，它会自动让它成列，一元素一个列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如果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我就让它成列了啊。那么同理呢，我们再放其他的，我多放几个，多放几行上来，我再放一行。你看我们这样子拖的就跟它这儿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不要用这些东西了啊，它还没设计好，不知道14把这些 bug 改了没有。事实上它这个设计器 bug 太多了，太不方便了，什么时候应该向点 .NET 学一下嘛。再放一行。又 bug 了吧，又 bug 了。好，不管它，我们看代码吧。三行，我留三行。我们说了，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不要它这些，所以你拖的它自动都有，其实有不有都无所谓，我们不要它。有了没什么好，没有也不会坏，就这样，连 ID 都可以标。我把这三个也再 copy 一下，我在这一行最后一行我变一下，我给 edit text，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它是不是很明显？我们就看到好像是对齐的，对不对？嗯。哦，不给 edit， 给一个第二行，我们也改一下，第二行给 button， 让他们各有千秋了，对象不一样。这样文本吧，好，那么这样子我们来看，它就是各自去对齐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那么如果说我在这里面任何一个我要去删掉它或者去剪掉它会怎么样？比方说我这儿我删掉这个中间这一个，它就会自动的累到这个情况下，但是它还是保持着这个对齐。那我拖动一下呢，不让拖，看到没有，这个可以拖吗？设计器的关系不让拖，但是我们是可以去设置，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希望它把这个地方覆盖满怎么办？那个关注 fail parent， 我们来看一下 fail parent 不管用啊，因为我们在这里头我们本来就没给它设它的宽和高，我们都说它是自动的，元素都是 up content 的，那个 row 那个 table row都是宽是 fill parent， 它的高是 wrap content 的。那么我们还想起来，我们好像还用过一个，那我们这就要试一下改一下 match parent， 刚刚拖了半天也不管用，看我设了它也不管用，真是有点纠结了哈。我们又想起来了，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layout gravity 是吧， gravity，我给它设一下看一下，还是不管用，那怎么办呢？就被控制了，点错。